王于桥，英文 Emilia Wong， 1995年2月9日至到啊未死嘅，系香港女权运动嘅人士。我其实几时参与过香港女权运动咧？我都唔系好知道，运动唔系一大班人嘅咩？我系自己一个人喺度系咁讲嘢嘅啫，自己喺度。本身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本身即是我的本体，我的本体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做过中大学生会常务干事。你应该要讲埋我做过这个中大阅辩的队员嘛，还有善行辩论队的队员嘛。他打着女性身体自主的旗号，将自己的性感相放上网俾人睇而出名。简历：王于桥就读拔萃女书院，之后升读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大学二年班嗰阵，佢读咗人类学同性别研究嘅课程。其实我系冇读性别研究嘅课程噶，我净系读过人类学噶咋。接触到女性主义，其实我都不是接触到女性主义的，那段时即是一些疑似，但不 exactly 就是女性主义咯。由2014年开始，她就在社交网站用文字和图片分享她对身体自主的看法。王于桥的政治立场是比较亲香港这个本土派，曾经被文汇报等左派报纸报道她的负面新闻，叮，又话佢嘅网名叫圆咕碌，唔系话系指出啊。圆咕碌呢个名字我自己改嘅，佢唔系话我啊。OK， 出面装业，王于桥嘅 Instagram， 王于桥嘅 Facebook， 王于桥嘅 Twitter， 诶。啊、我有 Twitter， 你都知道咁醒嘅维基，你今次吓王于桥嘅 Patreon， 喂，你唔俾条 link 嘅啊，衰鬼啊，加翻条 link 噶嘛？仲有睇下咩先？罗马拼音王于桥，粤拼王于桥，英文 Emilia Wong， 出世啊，英属香港，国籍中国香港。别名圆咕碌括住网名，中大 email 括住网民称呼，喂，网民称呼好多噶，嗰啲咩人形猪啊、Gmail 啊、咩肥猪啊、猪啊、猪啊、肥婆啊、猪啊、鸡婆啊、鸡奶啊、猪婆啊、猪鸡啊、鸡猪啊、肥猪啊、Big Chicken， 喂，写埋嗰啲落去嘛。教育程度：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母校拔萃女书院。職業大學生，我唔係啊，我而家 grad 咗啦，我而家職業係失業啊。活躍時期2014年到而家，出名原因女權運動人士，其實我唔覺得咯，係咯。首先我唔覺得我嗰啲叫女權運動啦，係咪？即係我唔知係咪啦，我自己唔覺得係啦。第二就係其實我覺得我係好似出名原因係有講下嗰啲本土派嗰啲政治咯，即係咧我想講咧我因為唱嗰啲政治改編歌咧，一日個 follower 係一日升10000咯。嗰陣時喺 Facebook， 跟住升咗2日，所以就停留咗2番。所以我覺得你呢個唔準確啊，維基唔準確啊，睇下有啲乜嘢嘅分類先。1995年出世，2月9日。在生的人在维基数据到没有 Twitter 用户名，我有哦，维基数据你要 update 下哦。香港中文大学救生，拔萃女书院救生，同埋香港本土派人士，同埋王氏终身欢迎我。拔萃女书院救生得1、2、3、4、5、6、7、8、9、10、11、12、13、14、15。
己百科啊。喂，我而家覺得自己咧舉足輕重啊！一 click 入去個皇室嗰度，你睇下皇室，哇，大佬得191條友係姓王嘅，跟住哇，我咁都喺入面喎、啊。喂，我真係哇，真係點解我係真係咁重要咩？即呢個世界有唔知幾多個姓王嘅人，跟住我竟然係喺維基入面係191個其中一個。唔系啊嘛，睇翻上一页，香港本土派人士望下先，得24人，哇，24，我竟然同呢啲梁天琦嗰啲，哇哇，点解我可以喺度啊？我做过啲乜嘢啊？究竟吓？点解我可以同呢啲人喺一齐嘅？我冇做过嘢咁滞噶。点解嘅？吓，我真系觉得你系咪夸张咗少少咧？即系我其实乜都冇做过喎，咁滞喎。我睇下再生嘅人先，再生嘅人，我咁都好彩，再生嘅人九千几个，我系其中一个再生嘅人。好，睇下2月9日出世嘅人先。哇！何诺二世，哇！威廉亨利哈里森，哇！哇！柯慈，哇！哇！搞到我好似哇邝俊，哇！我同邝俊宇，原来我同邝俊宇同一日出世噶，喂！章子怡，哇！哇，35竟然其中一个，喂，我觉得即系我觉得我系垃圾嚟嘅啫，即系点解我会好似咁重要咁嘅？你不如你哋写准确少少啊！喂，其实我仲有文汇报咧，仲有好多好多噶，好多啲负面新闻，你不如摆晒落去啊！同埋咧呢度有啲唔系好啱啊，睇下点样改，我又唔识改喎，系咯。你哋睇下啦，诶，点解啱啱有啲人类学女性主义？哇，系啊 ，slut 啊，哇，好似我咁啊，唔着衫。咩啊？香港本土派，哇！我竟然系喺香港本土派入面，哇！真系，我真系。哇！我真系不得了啊！我觉得我系垃圾嚟嘅啫，竟然可以参一席位，哇！真系不敢相信啊！